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熊二，又来分享生活了。然后现在熊二呢准备上山，今天带两个主播游客上山，做他们两个的向导，把他们背包，然后他们两个在后面在直播拍视频了。我的话今天负责做他们两个的向导，不知道能不能到底。哦，今天的天气变冷了，昨天大太阳，结果今天一下子变冷了。现在整个天梯只有我们三个人在爬这个干瓜天梯。天哪，风好大！他的山谷，大家一起看到张正面，张正面呢，总共是有这个84户人家，据说啊，目前都搬下来了，还有这个30户人家。现在的话已经到拉伯站了，后面两个主播游客还在下面。哇，这下面有几条羊在上面吃草，弄那个踩到石头，把那些沙子那些搞下来，所以我叫他们走快一点上来啊。哦，快点，后面两个带他们两个上来，也是做他们两个的向导，300块钱，今天赚300块钱。加油！我2017年，这个羊看在天梯下跑，哎呀，在找什么吃的？哎，干嘛？干嘛？哎，嗯。
看我们学校村羊都有标志的。那不焦急了。Hello， 终于到顶上了。两个主播游客呢，已经吃完饭了，然后到处去转了。去到处直播，带他的粉丝去看风景去了。主要的话留在这里烤火，山上特别冷。这段时间呢也有4-5天没有更新视频了，因为都有自己的原因没有去更新视频。今天的话一早上碰到他们两个，然后带他们两个上来，也给了我那个300块钱的这个做向导费啊，背他们两个的包包上来。等下的话就准备下山了，下山的话就没法给大家拍视频，因为要带好他们两个，既然收了人家的费用，那么要好好的带他们两个才行啊。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对熊二的支持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